看样子，小鱼儿恐怕不是花无缺的对手。我要出其不意向花无缺出手。虽然我没有胜算的把握，我也要跟花无缺同归于尽，也算是我向小鱼儿他们父子两代的赎罪报恩。 替你除去仇敌，也没有能够杀了他。我对不起少爷，也对不起江大。江启，你这是何苦？你明知道打不过花无缺的。江启，你是真的悔改了。我。 何寒亮，江启，我会好好安葬。哼，谁要是再敢插嘴，就跟江别鹤一样。
小鱼儿绝对不会杀了花无缺，他是不会杀死的，是花无缺自己杀了自己。啊，花无缺自己杀了自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求他不要杀死小鱼儿。你求他不要杀死小鱼儿。 答应了，所以只有自己死。你明知道花无缺只有一死，你却仍然求他不要杀死小鱼儿。花无缺明知道他会死，但是仍然答应你。我真想不到，你对小鱼儿的感情这么深厚。 真心爱的不是小鱼儿，什么？你爱的不是小鱼儿？那难道是花无缺？不错，我爱的是他，没有人知道我爱他有多深。那你为什么还要他死呢？ 决定陪他一起死，这是为什么？我的心爱，我对不起小鱼儿，只有以死来报答他。啊，我虽然也是女孩，可是我却一点也不了解你的心意。 铁姑娘，你怎么了？铁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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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姑娘。
这场决斗一定会后悔。 Thank you.
轮到我们了。。在这个世上，谁都可以杀他，唯独你不能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不姓华。哦。他是江峰的儿子。胡说！你以为我骗你？我说你没有骗人。我苦等了20年，就是要等这一刻把真相说出来。你仔细看看，他们俩长得是不是很像江峰跟花月奴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吴缺亲手杀了江小鱼？为什么？当年江峰带着花月奴逃走，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到他们。当我找到那一刻，刚好生了一对双胞胎。原来江峰是你杀的？不错，江峰跟花月奴都是死在我的面前。就杀了你替他们报仇。慢着，话说清楚。当江峰跟花月奴死了之后，我本来要杀了这两个孩子，临时我又改变了主意，结果我在江小鱼的眉毛上挑了一剑，另外一个我就带走，就是他。你已经亲手杀了你的亲生子，你还等什么呢？别忘了，你的身上还有一把碧血丹心。现在你该相信，这是一把魔剑，不管谁拿了它，只有一死。你还等什么？春柳，你来摆什么闲事？这是闲事吗？我只想请你多等一会儿，也许用不了一盏茶的时间，你就可以明白了一切。到那时候你想死，没有人阻止你。吴缺，你还等什么？吴缺，你的手上已经沾满了你弟弟的血，只要你一闭上眼睛，你就会看见他的脸，就算是活下去也会痛苦一辈子的。母亲，别拦他，姐姐。今后他再也不用回。
回宜花宫了。老天爷，老天爷，我的师兄啊，杀了亲兄弟，我把这世上唯一的亲手都打死了。事事你都要抢先一步，本来我已经决心死在你的手里，我知道你是一个肯牺牲自己的人，不会打死我，所以我情愿一死。何况我已经答应了铁心了，不杀。为什么你还要抢先一步？本来我决定下一场就死在你的手中，可是打下去的却是你，夏雨，这亲兄弟，我恨我自己。为什么不渐渐反抗这场决斗？梨花公主说：“这种地不地，我不明白。”他还说：“活着的比死的还要痛苦，不了解。”现在明白，了解。已经太迟了，夏夜，我的亲兄弟，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？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夏雨？又跟爹娘怎么说？花无缺，花无缺。越说的对，活着的死的更加痛。好狠心的妖孽，好恶毒的心肠，
为什么不要动他？你不必问，我一定要知道。你马上就会知道。真的死的话，他现在也复活了。活了？死人会复活吗？谁说死人不能复活？我现在不是已经复活了吗？小鱼儿玩的花样你都猜得出来，那你不是就变成天下第一聪明人了吗？万伯伯，嗯，他都说了，都说了，真相是，你跟花无缺是亲兄弟，而且是双胞胎。绝不会是天生的冤家对头，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们居然会是兄弟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杨远，你知不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？毒药能害人，但是也能救人，这其中的巧妙就在于用药者的心地如何。万伯伯，你来说给他们听吧。有一种药是一种麻药，人吃了以后就全身麻木，停止呼吸，就跟死了的人是一样的。你给他吃了这种药？不错。小雨儿，原来你找万伯伯，就是向他要这种药。嗯，我知道。只有我死了，妖月才会肯说出那个秘密。你怎么知道我有秘密？如果没有秘密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叫花无缺亲手来杀我呢？你应该知道，随时随地你都可以亲手杀了我，并不一定要用花无缺。这个孩子实在是太聪明了，要不然怎么会叫公主上当呢？这把剑，花无缺既然已经用不着它了，在下只有把它交还给公主。此时此刻也许用得着他，是吗？小之剑，
不想之见，姐姐，你不能一错再错，成为武林中的罪人。让开！你这样一意孤行，专横霸道，要是被天下人所不齿。 就是移花宫里的人，也不会容你。你胡说！这不是胡说。先有我娘，后有铁平姑，他们都宁愿冒死逃亡。现在你的亲妹也看不惯你的所作所为，你已经是众叛亲离了，难道你还想耀武扬威的去做你的移花公主吗？ 现在燕伯伯也在这儿，各路的英雄也都在这儿。不要说，你绝不是燕伯伯的对手，就是天下人，也都要把你碎尸万段。武林之中。 找邀月报仇去。不要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他死了，是燕伯伯他。他是死在那把不祥之剑下。对，他死的应该。 我就知道你会来，不管我走到哪儿，你都会找到。我来是因为铁心兰托我办一件事来的。哎，你说铁姑娘在什么地方？她要我告诉你。
他早就准备陪你一块死。他死了？他要我把你们两个尸骨葬在一块儿。我就知道他不会负我的。你也没有负他，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。他在什么地方？他已经吃下了药，准备死在破庙里。你笑什么呀？来，你忘了我们慕容姑娘的本事吗？就算铁心兰把天下的毒药都吃下去，慕容九也有办法救她，对不对？反正什么事都瞒不了你这天下第一聪明人。哟，生气了？哎，我本来是要你答应嫁给我的，既然你生气，那就算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你说了，我听见你说了。我说了什么了？我去，你没死，你也没有死。好兄弟，我到底应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是你大还是我大呀？我一向是不愿意叫人大哥的，不过对你例外。兄弟，嘿，嘿。